多了。八百块买的猪肚谁吃啊？你懂啥？这可比猪肚好吃多了。这玩意我可不敢吃。你小子是没有口福，但你就等着后悔去吧。姥姥，你还是别折腾了，这么多毛。谁说的？姥姥做出鸭子头香得很。得了吧，这能压得出来吗？先给猪头焯下水。姥姥，这好香啊！明天把二舅家猪头也接过来。你小子喜欢的，给姥姥点个小爱心呢。姥姥，全村人就属你手艺最好。包起来压一碗就可以吃了。旺三娃，这也太香了吧！好吃吧？嗯啊，你比我妈手艺好多了。